变卖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要再动一次再来。我知道，我要请客人看到。红衣乘客在飞行中的班机上对空服员大声咆哮，他就是刘文正前经纪人夏玉顺。那你在这看你怎么解释？要不然你也保不住。他们走，回去。我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我回去。回去坐。我是老板，我回去坐。我将手来找来啊。据了解，夏玉顺在飞机上无理要求空服员帮忙穿袜子，才会惹出一连串争议。而华航也发声明证实确有此事。其实夏玉顺在娱乐圈非常资深，但这几天却发生不少致命错误，胡诌刘文正死讯，却又改口，一场悲剧变闹剧。跟你说刘文正走了。对，然后求证也是这样啊，他能够复活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夏玉顺第一时间透露刘文正过世消息来源是珍妮，不过本尊事后回应，躺着也中枪，不随之起舞。综艺教母张小燕罕见动怒，直言吓疯了。大姐大白冰冰也生气，说这个玩笑真的不好笑，以后谁都不要开这样的玩笑。一年365天，我工作356天。女星张婷和林瑞阳谈感情，曾被夏玉顺痛批蜘蛛精想吃唐僧肉。张婷事后还开记者会澄清，自己不是蜘蛛精，不是小三。夏玉顺过去曾是知名经纪人，除了刘文正外，萧蔷、林志颖、钟汉良经纪约都曾签给他。他要求旗下艺人女要坚贞，男要痴情。过去在艺能界一手遮天，如今因造谣被舆论反噬。东森新闻陈怡，陈怡怡报道。